现在我想我还是不要写我的词了吧，我的最后两句我就说的是我的我所看到的那首词我说因为李，我就想到李商隐，因为李商隐呢有一首诗，诗的题目就叫做灯，李商隐咏灯的一首诗。这咏灯的这一首诗的开头的两句，李商隐是这样写的，说皎洁终无倦，煎熬一字迟，煎熬一字不对，皎洁终煎熬一字求，皎洁终无倦，煎熬一字求，花时随久远，雨夜被窗羞，这是很长的一首诗。李商隐咏的是灯，他说这个灯永远是明亮的，皎洁，它永远不疲倦，皎洁终无倦。而灯呢，都是要烧的嘛，所以煎熬一字求。你既然是灯，所以你被燃烧，那是你命中就如此的，是你自求。所以皎洁终无倦，煎熬一字求。古人有的时候啊，赏花。就点着这个灯来赏花说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故烧银柱照红妆，就拿着这个灯来看花，所以花时随久远，有那诗捧酒侣，一边吟诗一边饮酒，就拿着灯来看花。古人秉烛夜游，能有一夜是雨夜被窗羞，寒冷的下雨的夜晚，在窗下那个灯就熄灭了。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词我说因为我看到那个灯像我小时候家里的灯，然后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念李商隐的诗，我就很喜欢背李商隐的这几句诗，所以我就写了我的一首词。我说皎洁煎熬是枉自持，当年爱送一山时，久遍花外曾无份，雨冷窗寒有梦至，人老去愿都迟，暮堪灯影起相思，心眼一点平谁事，我现在是要讲这个耿耿，耿耿长鸣永夜时。因为我说我喜欢念李商隐的诗嘛，皎洁终无倦，煎熬一字求，所以皎洁煎熬是枉自持，像我七八十岁还在这里一站两个小时讲课，为什么？这不是傻瓜吗？
是矫介煎熬，是枉自持。当年就爱送一山时，就是我当年就喜欢像李商隐所说的矫介终无倦，煎熬亦自求，那是我自己所求的。是矫介煎熬枉自持，当年就爱送一山时。李商隐说的那个花可以伴随着人饮酒看花，可是以我的生活来说，我是关着大门长大的，所以我说酒边花外是曾无份，我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关着门，就是闭门啊，闭门读书，所以酒边花外曾无份，我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余冷创寒有梦之，我也经过很多挫折患难啊，余冷创寒有梦之。人老去，那当然七八十岁当然是老了，所以愿都迟。你说你当年有什么希望，有什么理想，愿都迟。目看灯影起相思，看到我少年的时候读书所面对的啊那个相同的一个灯影，所以目看灯影起相思，心眼一点平水事。我站在这里之所以七八十岁还要做，因为我心里边还有一个光眼，我是喜欢古典诗词的，我愿意为我的诗词奉献我所有的力量，所以心眼一点平水事，是耿耿长鸣永夜时，这是我所写的词。我的意思只是说耿耿，耿耿是光明的意思。所以姜白石说他说是红萼无言是耿相意，耿相意是说我相意的，我怀念那个感情是耿耿不灭的。红萼无言耿相意，长记蹭写手处，我永远都记得。他说他跟那个女孩子，合肥的女子，蹭写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我们当年曾经携手，曾经去看梅花，那个千树就很多的梅花树开着茂密的梅花，所以好像是压压是极言这个花的繁密，而把花的繁密说成压，这个是有一个来历的，就把花的多说成是压，极言那花的多。这是杜甫，唐朝的杜甫。杜甫写过一组诗，叫《江边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有一句：“千朵万朵压枝蝶。”是杜甫说的。他说我看到江边上开的花千朵万朵压的那树枝这么低，所以千树压那么多的梅花树满枝的繁茂的梅花，千树压压在什么地方？是西湖寒碧，是西湖的湖水寒冷，冬天的水寒冷的，一片碧绿的寒冷的湖水。西湖你也不要一定咬定说一定就是杭州的西湖，处处都有西湖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在我们的那个这个研究生的班上念了欧阳修的十首的西湖好，西湖好，十首每首的开头都说西湖好，那个不是杭州的西湖，那是颍州的西湖。所以白石所说的西湖是哪里的西湖，这个不必确知。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是翠金叶呀。那么好的花那么美丽的回忆，可是你眼看又是一年，片片翠金叶，一片一片的梅花都被风吹落了。而今天这个梅花落下去以后，几时见得？你哪一天再看到现在的梅花呢？所以前人也写过诗句说是这个
金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说明年纵然是有花开，但是去不是去年枝上朵，就不是去年树枝上的那个花朵了。那个落下的花，就永远也不回来了。所以又片片吹尽也，是几时见的？我以为这是我个人，他是写了很多与梅花有关系的这样的诗句，这样的故事。主要的意思从这首词来看，应该是怀念那一段爱情的往事。好，那下面还有苏颖呢，我们就再把苏颖念一遍。太子坠玉，有翠琴小小，枝上桐树，客里香芬，篱角黄昏，屋檐自己修筑。赵君不惯胡沙远，但暗意江南江波，想配还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度。犹记圣公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进鹅路，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已安排金屋。换酒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雀。等认识重觅幽香，就已入小窗横幅了。好，他说是啊，太子坠玉啊，太子就是梅花的树枝。梅花的树枝为什么说是胎枝呢？因为我刚才其实找我那支笔找不见了。啊，在这里。为什么说是胎枝？因为啊，有一种梅花就叫做胎梅。梅花有很多种梅花，有一种梅花叫做胎梅。这个胎梅呀，这种梅花，它的枝干上都是绿苔，那个梅花的枝干上都长满了绿色的青苔，所以那个就叫做胎梅。所以他说胎枝，胎枝，因为那枝干上都是有绿苔的，是胎枝。胎枝之上就点缀了有玉，玉是什么？玉就是白梅，就是白色的梅花啊，像玉的梅花一样。太子坠玉，就在这个太子的梅花上，有翠琴小小，有绿色的鸟，翠琴啊，小小的这个翠琴，枝上桐树，就在梅花枝上有一对的翠鸟，就栖落在这个梅花枝上。而这个里边就有了一个典故，这个姜白石就是，他不是直接的写一个这个现实的梅花的形象，或者我对这个现实的梅花的感受，不是的，他都是用这个与梅花有关系的一些个事情来旁敲侧击，所以这里边是一个与梅花有关系的故事。有一个杂记的小说叫《异人录》，《异人录》里边记了一条记载，是罗浮的梅花。罗浮就是罗浮山，广东有个地方就叫罗浮山啊，这个地方的梅花很有名。这个《异人录》上记载，这个罗浮梅花这一条，说在隋唐嘛，开皇是隋文帝。说在隋文帝的开皇年间，开皇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赵师雄，就来到了广东的罗浮山啊。这个后面我写的很简单，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那天晚上啊，这个赵师雄就看见一个满身白衣服的一个美女，遇到一个满身白衣服的美女，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女孩子
就一同到一个酒店，两个人就饮酒谈话，谈得很高兴很欢喜。而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青衣小童。是这个青衣小童就给他们歌舞，然后他们就饮酒尽欢，然后就沉醉，他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这赵师兄醒了一看，也没有酒店，也没有美女，什么都没有，他睡在一棵白梅的大的白梅的梅树之下。所以说这个美女就是这个梅花的仙子化身成美女的。而他醒来的时候呢，就听见有这个一对这个翠鸟在树上在叫啊，他说那就是昨天晚上歌舞的那个青衣小童。这一段是与梅花有关系的典故。所以白石呢，白石就是用这个与梅花有关系的典故，说太子坠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就是这么一束梅花，梅花上面有翠鸟在叫。这赵师兄不是在旅途之中经过了罗浮，有这一段愈合吗？所以那是客里相逢，我们是做客在外，在客中遇见这个美丽的梅花，遇见了美丽的梅花变成的美丽的梅花的仙子，所以客里相逢。那么今天白石在范成大的家里边也是在客里，他看到这么美丽的胎梅的梅花是客里相逢。而这个梅花长在哪里？就长在竹篱笆的那个角落，一个黄昏，篱角黄昏。他说这个梅花呢，我们不是说那个范成大的家里边有这个竹院啊，所以他有梅园竹院，所以说那个梅花呢是以修竹，因为梅花是开在竹子的旁边，无缘自以修竹。而他这里其实用的是杜甫的诗，杜甫的佳人诗，他是写一个在乱离之中这个佳人都这个离死别生离的一个孤独的女子说是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所以那个姜白石呢，所以姜白石就是旁敲侧击，他把这个梅花比作杜甫的佳人。为什么这样比呢？因为范成大家里边这个梅园就是在竹院，所以梅花跟竹子就在他的旁边。那个佳人不是日暮与修竹吗？所以这个梅花也在竹子的旁边，所以就好像是杜甫所说的佳人，你知道吧？这就是姜白石。所以他写梅花，他不说梅花，他说无缘自以修竹，因为梅花是在竹子的旁边。而杜甫说那个佳人也是日暮已修竹，所以无缘自以修竹，这是他用了一个典故。然后再说赵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这是杜甫啊。再找一找看我写的一个资料，这里。所以这个姜白石呢，
他不正式写梅花，都是用了与梅花有关系的一些个故事。是唐朝的王建啊，有一篇《塞上咏梅》，说天山路旁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朝君已没汉使回，前后正人谁系马。所以是塞上的梅花啊，就是本来塞外很少有梅花，那么现在这个塞外有一株梅花，所以王建咏的就是塞上的梅花。在天山路旁居然有一株梅花树，是年年花发，每一年梅花都开。梅花本来开在江南，青山绿水是江南的花，可是现在呢，塞外的梅花年年花发在黄云下，因为塞外都是尘沙，连天上的云彩都是带着黄色的，年年花发黄云下。